本上这个地方的环境，我想从自然岩开始看外双溪跟后面的阳明山系，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它是算是最靠近天然环境又很靠近热闹市区的一个巧妙的地方。我们这个案子基本上让了这个地方的居民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它不再是一个旧房子，它可以有新的选择，有到一个新的大楼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买来这边来做共享这边的环境。那我还是强调这个地方的地势的环境的是买不到的，之后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案子会出来，因为这边的环境里居民都是很聪明，而且很自傲的，所以我相信再开发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多。所以我相信太子华威是应该是非常少数已经做完而且成功的摆在这个芝山岩特区里面的一个案子。